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陈美君，欢迎收看今仔日四月十五号的婚礼新闻。白沙屯妈祖往北进香十天九暝行程，将要伫四月十七号转移到苗栗广天宫。白沙屯妈伫婚礼的这几天，不管是北港、元江、虎尾，或者是西里，只要妈祖教会的所在，是吸引侪侪信徒单买迎接。婚姻之声文化协会更是对白沙屯妈起驾甲进香的行程当中，拢有成员伫咧路上发送着宣扬妈祖精神的文创用品，因的用心嘛得到真侪人的肯定。天也未光，北港朝天宫周边已经客满人潮，大家拢是要来送白沙屯妈回銮。婚姻之声文化协会的成员，也伫这热烈的信徒群落当中。云林之声文化协会今仔日嘛是动员咱的会员吼来送妈祖，来祝咱的共天公，啊祈求咱妈祖婆吼会当甲咱婚姻关吼会当更祝福一下，啊保庇大家吼平安顺心。如果休假的话就会走长一点，那如果没有休假就是陪着走一段，那我觉得感觉就是好像妈祖陪伴在身边一样。白沙屯妈前往北港进行活动，今年总共有六万外名信徒报名参与。不管是伫婚礼的任何一个乡镇，只要有白沙屯妈，都有侪侪信徒跟随。即些文化协会的成员嘛，伫各地分享文创品，发扬妈祖的精神。我知影自然协会对咱妈祖进行吼啊有真侪准备啊，比如讲文宣部分啊，比如说迄个创意产品部分啊，规划真侪啊，咱即个对咱信庙啊那个信仰文化啊即个发扬的工作啊，所以伫遮吼啊嘛欢迎大家来参加妈祖进行以外啊嘛来熟悉一下自然协会。白沙屯妈回銮伫婚礼的最后一个休困的地点，就是西里复兴宫，看到妈祖来到，大家拢非常欢喜。啊！即马来到咱西里慈善协会工作来咧服务，咱而且甲地上十二万人咧谢伊。啊！伊知影白沙屯妈祖即个信徒需要啥，啊，非常感谢因。咱啊再次完啦，感谢即个谢乡丁家啊来西里，希望因两家平安顺心。会当为妈祖婆服务吼，这是阮甲妈祖的承诺啦。吼、嘛是感谢妈祖给阮的福报啦。妈祖的信徒从庙埕含西里大桥客甲满满满。不管是智善文化协会，还是任何一位乡丁卡，大家拢用着上虔诚的心，陪伴妈祖往北继续行。这款的单纯，都是让人上感动的力量。记者林依林采访报道。